他睡到一半嘛，吓人。我得带他出来，他比较安心一点。很大。哦，很大哦。害怕。他房子倒下来。哇，这是牙超大的。哇，阿弥陀佛。我从十二楼跑下来，地震两次，超害怕，超害怕。前两天有遇到四级的那个，但是没有这么夸张。七楼晃很大，非常大，蛮可怕的。天哪、啊，哦，好大哦。在十楼哦，在十楼，那不是摇很大吗？有点。那阿嬷呢？阿嬷，你是？阿嬷睡到一半嘛，吓得。我得带她出来，她比较安心一点。地震有没有很大？十次。很大。哦，很大哦。害怕。害怕哦。哦。他房子倒下来。睡觉睡到一半，然后就被摇醒了。然后想说应该没事，就又来第二波，然后摇得很大，应该这几年没有过这么大的，没有印象那么大。然后下来就看到整个都碎掉。非常摇，好大哦！从十二楼跑下来，地震两次，超害怕，超害怕。七楼晃很大，非常大，蛮可怕的。前两天有遇到四级的那个，但是没有这么夸张，因为他也同时要让两次，时间有点太频繁，所以想要会先等一下再上楼。